号主线能钓多大的鱼？二号主线能钓的鱼一般是4到5公斤左右。钓鱼的大小还是要看鱼竿的长度，鱼竿比较长，钓的鱼也就大；鱼竿比较短，钓的鱼就比较小。总之，如果你想要钓大鱼，鱼竿、鱼钩、主线都要选择合适的。钓鱼的技巧和方法有很多，尤其是经常钓鱼的人，懂得方法得有自己的一套规律。从钓鱼的工具到窝料、饵料，钓鱼水域的选择都十分的有讲究。想要钓大鱼，选择鱼钩的时候就要选择专门钓大鱼的鱼钩，比较小一点的鱼钩是挂不住大鱼的。